这就是一个秘密，就藏在我的心底，小呼吸不需要刻意。当我迷失阴雨，它会照亮我前行，告诉我点燃火的是自己，教会我燃烧汗水去代替泪的痕迹。火苗燃起在单人送信，别轻易说了放弃，尽管暂时无光明，我仍然坚挺双臂。哎，真真，吃饭了吗？啊，我们俩人，我妈做了特别多菜，你这也吃不完。要不，你过来吃点。爸。真真。来，进来，快些。哎。进来啊，来，进来，站门口干嘛？姑娘好啊。哎，快坐下吧，你看我妈做了多少菜呀，做了一下午，忙乎的。来吃一个我妈做的最拿手的鱼来。行，我吃鱼尾就行。豆角多吃点，这个你爱吃。这黄瓜炒鸡蛋，你给你妈夹，够了够了够了，你给你妈夹。妈，你也吃，吃一块辛辛苦苦做的鱼。鸡真香，来，再吃一块，多好吃！感谢全国各族人民，感谢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妈，你没事吧？我吃差不多了。啊，这也挺晚的了，我先走了啊。你这么晚去哪儿啊？我去你何叔家，他们一家子等着我喝酒打麻将呢。这大年三十的，人家不过年呀，你去算干嘛的？我们兄弟之间不讲究这个。那个真真，爸回头给你打电话啊，你好好复习，爸走了。爸走了。妈，我去送送我爸。这别送了，回去吧啊，外面挺冷的。我也没什么事儿，送送你吧。行，我打个车就走了啊。差点忘了，我给你压岁钱。哎呀，我都说过了，我都多大人了，早就不要红包了。那不行，只要你没嫁人，爸爸每年都得给你压岁钱。哎，不对了，嫁了人也得给，你是爸爸的宝贝千金，爸爸必须给。那好了，啊，行了，我走了。
放心吧，回去，回吧，回。能给我一个吗？啊？哎，哎，好。过年了，啊，过年了。买点什么？嗯，那花生。啊，好。再拿瓶老白干。等你上了大学，只要是这房子还在，爸至少还有个家呀。爸，知道你爱念书，想当医生，我也想像你同学的爸爸那样送你出去，给你想要的生活，让你无忧无虑。但爸没有，没这个本事啊。爸不仅帮不了你，还拖累了你和你妈。但你放心，爸现在有工作了，我好好挣钱还钱，不会再连累你们娘俩了。时间呀，这难忘今宵都唱完了。我看你没吃饱饭，给你煮了些饺子。不用了，妈，我不饿。不饿也得吃，这过年了怎么能不吃饺子呢？啊，来，吃两个意思意思。珍珍，这新的一年了，有什么新年愿望吗？你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想去哪玩，都跟妈提出来，妈都答应你。我说什么愿望，你真能答应我？当然了，只要你好好的复习，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就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妈都给你摘去。我不想要月亮。妈，嗯，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说，什么事儿？我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爸爸其实是爱我们的，你能不能答应我，从此以后不要对爸爸过于失望？先吃饺子，吃吧。学高三年级高考冲刺誓师大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教师代表，本届青云中学优秀教师称号的获得者郝楠郝老师上台发言。同学们，我回忆起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就是高三这一年。但我从来不后悔，也没有什么遗憾。高三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预演。所有在未来中要面对的挫折、失败、痛苦、愿望达成后的欣喜，都集中在这一年里提前预演了一遍。自卑、焦虑、情感风暴，这些高三病同样也会在日后的人生中重复上演。这一年的确很痛苦，成长本身就伴随着痛苦，就像小芽撕扯着生长，最终破土而出。但与此同时，克服它们，你们明天的人生就会比今天更有力量。我不信命，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命运，那么诸位，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向他证明自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日后回想起高三这段时光，没有遗憾，不要后悔。在未来的人生中，遇到困难、痛苦、失败，你们也可以回想起这段时光，回想起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日子。愿人生中永不言弃、奋力拼搏的精神常伴诸位。谢谢。现在请所有老师举起右手和我宣誓。我们宣誓，我们宣誓，一定忠于职守，一定忠于职守，言传身教，言传身教，脚踏实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甘于奉献，为同学们保驾护航，为同学们保驾护航，与同学们风雨同舟，与同学们风雨同舟。宣誓人王大德。感谢郝老师的发言，更感谢郝老师为我们青云中学培育出了本学年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班集体。
高三十四班。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高三十四班的班长赵小小同学带领全体同学宣誓。我宣誓，我宣誓，不负父母的期盼，不负父母的期盼，不负恩师的厚望，不负恩师的厚望，不做怯懦的退缩，不做怯懦的退缩，不做无意的彷徨，不做无意的彷徨，为了成为自己，为了成为自己，踏上征途，踏上征途，少年自有凌云志，少年自有凌云志，横刀立马定山河，横刀赵小小，高月，任真。天道酬勤，横者必胜。学校特意为我们同学们准备了可以签名的横幅，请同学们依次上台，在横幅上签上你们的名字，写上你们的心愿和目标，祝愿同学们心想事成，得偿所愿。
学多久啊？哎，你说我是考证，高手都是把绝招留给最后的。班长，没有你就没有王芳的今天。任谦，你看考多少分？进步了好多、啊。之前集训不是报了很多学校吗？这次就央美。哎，你考的怎么样啊？还行，还挺有希望的。我就说吧，你肯定行啊。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能过吧。相信你。哎，吴凯，嗯，你成名了，送我几幅画呗。我也要。哎，你去北京有没有玩什么好玩的呀？等一会儿下课出去，我跟你说。不错啊，不错，你看看这成绩，比去年高考可高多了啊！哎呀，今年一定能考上。呀，你这还不满足呢？这华清分数线嘛，您从来都没有低于过600，我这分数离华清还差得远。那咱为什么非要考华清呢？你的理想不就是当医生吗？咱们可以再考别的医科大呀，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红安医科大呀，港州医学院呀，我听说还有那北城医科大学呢，是不是？那你这么快就给我找后路了？妈，不是这个意思。反正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就一定要考华清医科大。行，华清，只要你想啊。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陪着你。今年咱们娘俩的任务就是跟那个华清拼了。哎呀，反正我是太知足了。行，我给你小姨打个电话，给她报报喜。哎呀，哎，涛生，哎呀，涛生。你等会儿，我终于见着你，我必须得跟你说，成绩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班最弱的就是理综，而且拉分拉得严重，知道什么原因吗？我知道，我是教数学的，理综科我没那么明白，但是我们班语数外这三科同学们还是……你不用解释，这个理综提分确实不太容易啊，尤其是对你们十四班那个基础很差的同学，毕竟是三门课，耗的力气有点大，我知道。你跟十四班的同学都已经非常努力了，可是学校的教学计划那是希望顾上整体的复习进度，对吧？你是一个班主任，你不能只顾你的单科，你得顾上全面的问题，否则我们要班主任干什么呢？我为你好呀。我知道，您的指点，我如梦初醒。青云中学，您是物理大拿，十四班，您多费心。我没费心吗？再费点儿。
但是他们基础太差。阁下再飞飞，让他们基础别这么差，不打搅您了。青云中学化学，您是大大，十四班，您多费心。但是你无需但是。您这是负的，每天面对黑板粉笔灰，我们男士也要保养自己的皮肤，每天早晚一片超强补水，让所有的男老师都能精挑剔透。懂，特懂。各位老师，青云十四班的成败就仰仗三位了，从今天起办公室所有的卫生由我一人打扫，拜托了，我去上头吧。目前你们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复习了，在这个阶段的复习备考当中，除了要巩固基础，也要在短暂的时间之内接触更多的题型，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练习。三轮复习英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语感还有手感，谁告诉我怎么保持？练习。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同学们，到了这个阶段，咱们数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练习。考试开始。这就是一个秘密，就藏在我的心底，深呼吸，不需要刻意。当我迷失阴雨，它会照亮我前行，告诉我点燃火的是自己，教会我燃烧汗水去代替泪的痕迹。火苗燃起才淡然苏醒，别轻易说了放弃，尽管暂时无光明，我仍然坚挺双臂。考试结束，停止答题。医生啊，我就是有时候会头晕，有点贫血，你给我开点药就行。你那个血压呀，现在还行。不过血压这东西呢，它有个波动高峰期，每个人的情况啊都不一样，您还是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也没那么严重，我一直吃降压药呢。您吃多长时间了？一年多吧。没有再做检查吗？这样吧，
我给您开一个 CT 单，先去预约一下。回头最好是找人陪您去做。来，还有这个也拿上哈。谢谢啊。下一位。放学啦！哎，我来，我来，我来。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有事儿啊？没有，就是我感觉这次考试没怎么考好。哎，你学习那么用功，哪能考不好啊？想吃什么呀？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嗯，不用了。哪天我考试考好了，你再做好吃的奖励我。嗯，也行。今天呀，你早点睡。每天都学习那么晚，姥姥看着都心疼。高三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学得很晚。姥姥。我想过了，只要我能考到550分，我就可以考公费师范，到时候学费可以全免。到那会儿你就离开姥姥了。人说的，你瞎说，谁要离开你啊？你不知道吗？我每天上学的时候就看你在楼上，跟我，拜拜，我就可有动力了。所以。我考上大学了以后，我就开始打工挣钱，到时候我租个房子，再带你过去住，你还可以每天跟我说拜拜，好不好？所以你要快点把自己身体养好，不然你怎么跟我一起去啊？好好好，相信你一定会去更大的地方的，但是啊，姥姥哪也不能去，姥姥就在这儿。姥姥在这，小小才有家呀。要是哪天呀，你在外头受了什么委屈，你就能回家来呀。好了好了好了，嗯，行，你把衣服晾好，把盆放好，我去做饭去。好，哎。姥姥，你头晕又严重了。不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高血压老毛病了。我今天呀去拿了些药，按时吃药就好了。我看上面有个检查，你做了吗？没做，得预约，人可多了。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先吃药看看，如果好啊。咱就没必要多花冤枉钱了。人家开了你就得做呀。嗯，再说吧。哎呀，你放心吧，姥姥心里有数的。你呀，就管好你自己的学习就行啊，不用操心我。怎么了？怎么了，姥姥？你头晕了是不是？没事没事了，刚才是起得急了，眼前一黑。要不要上医院看看？不用不用，放心吧。这年龄大了呀，吃饱了饭就犯困，起急了我。你以后起慢点儿，你别收了，我来吧。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吧，你去学习去，你去学习吧。嗯嗯嗯。
慢点洗啊。哦，知道了。出去一下。哎，你在里面打。我妈给我打电话。喂，妈。小凯，妈都查过了，央美考上了。哎呀，考上了，儿子。有多少名啊？48。想不到吧？48。48名，这下只要文化课过了就没问题了。嗯嗯，我儿子真棒，妈祝贺你，咱们总算如愿以偿了。妈，等晚上回去，咱们一起庆祝一下。好，妈等你啊。出啥事呢？没事。那你笑啥呢？我央美过了，48名。真的？哎呀！你牛的。咋了？怎么了？他央美考了48名，过线了。哇！哎，48是好还是不好呀？还行吧。只要文化课过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我就这些钱，你们想吃什么？羊肉串、大腰子、串、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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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来份烤肉，辣条、牛、牛羊多来点。那你们好好学习，我去给你们买啊。要不然我陪你去。自己去就行。哎，外面快下雨了，带把伞吧。没事，我快去快回。恭喜啊！老板，买烤串。好啊，想吃点什么？您单子。正好的。买那么多呢？我再加一瓶汽水。行。春姐，来配个菜。啊，再加一瓶汽水。今天怎么买那么多呀？是要聚会吗？老板。今天我艺考过了，哟，这个是好事儿啊。这样，我送你几双烤面筋。谢谢老板，不用客气。Thank you.
飞向梦里。